这应该是景青最后一次自言自语了吧？来哟，牛肉丸，快来一起手牵手去镰仓看你哥哦！哇，这就是复仇者的快乐吗？最后的地点是镰仓，选在这个地点对于义经而言是很特别的场所。但是鬼医觉得奇怪的是，原本以为要找赖朝还存在的时代，可是这个镰仓只是近现代的时间点，赖朝早已不在了。那么目的会是破坏镰仓吗？正当众人还在困惑饿牛肉丸的目的，平井清就跳了出来，并且否定他们的猜测，接着发动了场地陷阱卡，名为镰仓的魔圈。先前平井清看似在乱跑环游世界，实际上是在利用万宝锤制作绝对领域，不是镰仓领域。第一个看起来像是法兰西的地点，实际上是怀岛。第二个不是恰特城，而是沼滨。第三个并非澳大利亚，是冰岛。第四个并不是地中海上空，而是宿船。第五个并非纽约，而是金泽。赋予那些地点幻象般的属性，吸引加勒底的从者们过去，进而让平井清获得万宝锤的使用熟练度。这样一来，把镰仓变成魔圈之后，平井清就能将该领域的任何事物都赋予属性。乔老师，你对于这个技能有没有什么头绪？鬼医也理解到大肉丸领悟了万物特工的奥义，啧啧称奇的认为，没有想到那个遮那丸竟然也会玩这种小手段。小牛肉丸马上抗议，那才不是他，根本就是顶着他外貌的 faker。 于是平井清终于秀出真名，然而这已经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了吧，景清。平井清想完整掌控连义经的灵机，然而牛肉丸实在过于顽强，所以他才一开始先把牛肉丸的灵魂打碎切割出去。然后平井清也意识到，若是不把牛肉丸认定了赖朝二世狱主给杀掉，也无法完整掌控义经。不过说到这里，平井清倒是觉得有点可惜，如果加勒底的狱主能当自己的仆人，帮他完成杀光所有元师的大业，那么就能饶丽香一命。だが断る。丽香这么回的同时，鬼医法眼也发表了惊人宣言：不行，丽香是我的。啊哈哈！鬼医脸不红气不喘的说：很中意这孩子，未来很可能成为我的养子或者是老婆。附注：无论是男女，丽香都会被说成是老婆。没想到师匠居然跟我这么合得来。当然不止我很惊讶，其他人也很惊讶。什么时候师匠的好感度被刷到 max 了？还是我们不能以人类的标准去看待天狗的标准？总之，平井清也被逗到火大了。接下来就是 happy 的时间啦。愛そうか、殺そうか。過激の若気なれば。古きルーム、どれにしようか。そういうこともできる。古きルーム。こういうこともできる。源氏、死にそうらえ。どれにしようかな。過激よは死なず。過激よは影なれば。そして命の価値に区別なく。うん、この辺りが頃合いですか。まさかまさかの企画一陣、不自由な決断です。わかりますね。サラソージュの花の色、すなわちこの世の摂理を知るがいい。諸行無常、調査決戦。フフフ。源氏、死にそうらえ。听说因为太多被万宝锤召唤出来的天狗跟蚂蚁群一样急，以至于很难打到平井清的本体。
而且又不能下手太狠，因为那好歹是易经的灵机。正当众人不知道该从何下手时，鬼医法眼决定拿出压箱宝，于是装模作样的表示要露真名了。没错，鬼医法眼只是个假名，他的真名就是鞍马山森正房，统帅众多天狗，是日本最强的大天狗。诶，是这样你现在才说吗？我以为大家都知道了。说长鹿坊还吐槽说，那刚才的求婚不就是一种婚姻谈吗？嗯，然后只是召唤就把平井清怀里的万宝锤给吸了过来，非常轻易就拿到了手。嗯，原来是雷神索尔啊，我还以为是鬼医法眼呢。所以我们之前就像个北七一样转来转去。天狗师匠佯装没事的解释说，毕竟也想看我们几斤两重，所以才演这出的。哈哈，然而就被大家疯狂吐槽，明明一开始就能把万宝锤拿回来，而且只是这样的话，还需要特地作秀露真名的吗？小牛肉丸表示，没想到见到师匠被大家吐槽的光景，真是太感激师父了。正当气氛充满欢笑，平井清也笑笑的说，真是何乐啊。以我会这样说吗？面露凶光打算再战时，天狗师匠拿着万宝锤猛然朝平井清一敲，他念上许愿的法术，再加上刚才那一敲让平井清寒毛竖起的急问，对他做了什么？鬼医法眼表示，来哦，我要许愿啦，遮那王你快点打倒景清，取回自己的灵机。小牛肉丸说，是的师父啊，不是在说你啦。鬼医指的是被占据身体的易经，平井清则是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只要核心共同都是怨念的结晶，那么易经就不可能反攻。而梅芙以自己的风格向易经说了一些激励的话，总算让原本灵机的主人逐渐将意识的主权夺回来，还差一点点就……接着丽香使用了令咒，回来吧牛肉丸。于是经过大家的努力，牛肉丸总算取回了灵机，而残存的灵机与景清的灵体则是做着垂死挣扎。決めたよ。お前が我が城の影に溶けるしかなかろう。過激の若影なれば。こういうこともできる。どれにしようかな。どれにしようかな。死なず源氏死にそうらえオンザンサラソージュの花の実、すなわちこの世の摂理を知るがいい。諸行無常、上座決戦。これが女の炎よ。過激をは死なず。全員せる。では行こう。死なず。王殺遂行命令とな。儚きは罪。この世はなべて散り悪た。我が王貴様を捕らえたぞ。諸行無常、上座失墜。このままでは済まさぬ。最上に近い勝利、戦う前に勝つくらいでなければ。这是属于平井清的回忆视角。牛肉丸出生没多久，父亲源义朝就被平清盛所败，母亲长盘御前由于自身的绝世美貌被平清盛纳为妾。
带着年幼的牛肉丸入了平家做养子。景清见过年幼的牛肉丸几次，他一直都是一个人。那时候的他已经展现了与一般人不同的非凡气质。过了几年后，平井清听说他舍弃幼名去了鞍马山拜师。平井清想着大概不会再见到他了。然而在京城中某位阴阳师的府邸中偶遇间才见到牛肉丸，原来他也是会笑的。那位名满天下的阴阳师说的没错，你不该独自一个人，应该要与其他人一起的。之后平井清听说源义经与哥哥赖朝会合后向平家宣战，平井清希望在战场上不要遇到源义经，于是源平两家开始打仗。死去的平家人对源氏怀有怨恨的，通通化为了名为平井清的怨灵集合体。这边平井清应该没有达成能够成为阴灵的攻击，所以也没能够成为够格阴灵的灵级，只能是怨灵的水准。被源氏杀死的平氏逐渐形成平井清这个怨念结晶，不断的诅咒源氏。无论是源氏首领赖朝还是源义经，最后他等到了源义经最后死前的下场。被自己的哥哥逼迫的源义经最后只能切腹自尽。平井清在等待源义经咒骂赖朝对自己的哥哥产生恨意的那一刻，来吧，我们在彼岸等着你，来吧，和我们一起诅咒源氏，来吧，一起鏖杀所有的源氏。这样的话，源义经也会成为平井清的一员。可是平氏怨灵等到的却不是义经死前的憎恨咆哮，而是泪水流下的声响。平井清在此刻明白了，他们失去义经了，没有得到义经。在那之后，不知道经过了多久的漫长岁月，在加勒底发生了那件事。这机会难得的机缘绝对不能再放过了，这一次义经不会再是一个人，跟他们一起吧，一起鏖杀这世上所有的源氏。原来如此，那时候虽然我看不到你们，原来陪我一起哭的人就是你们啊。快要消失的平井清一直重复地说着，可以哦，你不可以一个人，你不可以独自一人，不能一个人。你们复仇者的爱怎么都这么扭曲啊？牛肉丸则是好好的解释了，无论是在生前还是现在，都有一批好伙伴在他身旁，所以不会是一个人。像是得到圆满的平井清终于消失在众人的面前，伊阿宋看了身旁的长入坊一眼，说为啥是你哭啊？长入坊表示没有，我只是在流汗，眼睛流汗是吧。平井清消失后，剩下的是长大版的源义经。与年幼版的相比，说话方式成熟许多，下了弗雷格之后也消失在众人的面前。大家都知道呼呼是要拿来干嘛的了吼。在消除这个特异点之前，天口师匠仍然要讲一句经典的事件解决。既然前面师匠的天口属性已经解锁，所以我们又能够看到关于那时候更全面一点的回忆。当初的遮那王拜师时就已经透露自己那种奇怪的非人气质，察觉到这点的鬼医法眼本来不打算收牛肉丸为徒。他问遮那王，既然知道自己是大天狗，那么非人的师父教出来的徒弟很可能成为没血没泪的怪物。但是固执的牛肉丸说没关系，他根本不介意这件事。于是鬼医法眼拿他没办法，就说如果遮那王想要入师门，就去做那些人类应该会做的事情。他会让他的女儿陪遮那王一起盯着遮那王有没有认真做，像是与其他人一起玩跑跑跳跳学会笑容这类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原本鬼医法眼想着若是让遮那王像人类的孩子一样生活，自然就不会去想那些有的没有的原始工具人计划，结果长大后反而变成了超级工具人，这是鬼医法眼最后悔的一件事。回到加勒底后，牛肉丸提到师父也差不多该回去了吧，天口师匠表示他不回去了，说起来本来就回不去了，现在的世界早就白质化，他的处境跟斯卡哈一样是结果后的死人了，所以决定留在加勒底。而鬼医法眼也认为他不能重蹈覆辙，这一次一定要让徒弟步入正轨，也不会让他们受到伤害。这之中当然是包含了立向跟牛肉丸。やっぱり師匠だね。然后还做了要把你们培养成最优秀徒弟的宣言，这让牛肉丸抖了起来，赶紧落跑。看来是知道师匠要干嘛了，难怪你跟斯卡哈这么合得来啊，鬼医。接着镜头回到了最初的地下图书室，小刚与凯撒因为与鬼医法眼交战过，到现在还负伤躺在地上。哎，你们到底躺了几天了啊？原本两个人打着因公负伤所以美丽的未亡人子事部会来温柔看护的邪念，却被赶来的斯卡哈跟知道两人与他一战放水真相后的鬼医法眼逮个正着，于是东西合并的师父们就展开了教训徒弟之训练。
再见了，镰仓。キーチ方言、アサシンクラスにて限界である。僕はランサーが良かったけど、何はともあれ、あっぱれあっぱれなどと、召喚されたてサーヴァントがごとき真似をしてみたぞ。今後とも、よろしく頼む。